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？也许我们都忽略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？也许我们都忽略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。我遇见你就是那种心电不忽略，化学里面的反应，你是阳爱我是强，多出一